100公尺，降落，降落。九天水饺你不能出，因为它放九天太苦。你加给视频，我加的话。小明，你在等什么？爸爸在吃什么？九天水饺，800公尺，300公尺，100公尺，降落，降落。九天水饺你不能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吃？因为它放九天太苦，加点自己。我假的哈，你看哈，九天水饺，九天的水饺放九天，哇，改天买新的给你吃。他在瞪你耶，新的再吃，再看高刚你个要吃，要吃老塞呢。四路财宝良心开罐头卖家最讲袂听的气势杀800英尺500英尺一条肉泥两条肉泥降落降落降落泥。后来今天要算什么？这个是价目表，然后红色的比较贵，尊爵独享一次要10个罐罐啦。全台湾啦哈，只有我啦哈用肉泥算命啦，你找到我就对了，人家都叫我九天玄女啦哈啊，我一次都来九天啦啊，我每天都很闲呐。后来出生年月日哈，103年5月1号，你老猫呢？啊，来看你这个肉球，啊，你这个肉球哈，它是好命的肉球啦哈，可惜啦，先凑呢才会很辛苦啦。不过你个性很好呢，不怕辛苦啦哈，怕痛苦啦。我现在要帮你清灵哈，清除一些恶灵哈，恭请神猫大帝降落，降落，降落你800英尺，500英尺，一条肉泥，两条肉泥，降落，降落，降落你。后来清零的仪式完成了哈，打卡还可以在几点哦？啊，你在7、8点就有小礼物了，谢谢光临哈，叫你平安个顺时健康大发财哈。你搞错哦，阿鲁你搞错哦，人生又没什么，谁叫你学会骂算是金的？应该都是听我讲的啊，是小新教你的。你唔好伫个高下面头前伫个臭人家。大手出门啊！
大的雨，你看，雨很大，一直打雷，一直打雷，我看到。怎么出门？等一下，你自己在厕所尿尿就好了啊，二虎。